为什么没有人喝彩呀？为什么我能够站在这？多希望世界都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够躺下呀？为什么继续的奔跑着，永远的期待着下一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任何理由，屏蔽所有关于逃避的借口。那么多的人都想要成功，你凭什么打败对手？过程给予痛苦的滋味，赋予我真实的智慧。我真的明白了解，未来的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姿态呀？我不太信命运呀，出生就是最好的。爱我的父母和 brother， 你们真的辛苦了。我是很爱我的 city。我再也没有畏惧陌生的城市，让我成长大包装好，带上我的回忆。追逐的东西我没忘记，失败的滋味让我丧气。熬过了痛苦的过程，才会显得格外无比亮丽。不管是身处在什么样的地点，坦然一对一次又一次的历练，不会有太充沛的时间，更没空问为什么了。你要看清楚自己，那些问题在于你自己。感谢经历磨难的自己，成功的果实都献给你自己。问问内心的自己，面对困难是否会吃力？不必考虑太多的事情，此刻大胆的做你自己。为什么没有人喝彩呀？为什么我能够站在这？多希望世界都是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够躺下呀？为什么继续的奔跑着，永远的期待着下一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种感觉 so fly so fly， 把所有 hater 甩在后面绝对不是意外。握紧我的双手，拼尽全力去做，这样的我才会自在。我每天 hustle every day， 从不做别人的傀儡。这感觉太过于刺激，导致你不能够去面对。曾经他和你一样，对这世界充满疑问，面对失败的时候也低头却不承认。但总是看清楚这一点，仔细一点，仔细一点，打破世俗的陈规，不去理会来自 hater 口沫的横飞。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做法，不一样的事情会有不一样的看法。从过去到了今天，很多人都失去新鲜，但是努力是我先天，绝对不会把它放下。当你放弃的时候，你会听见我成功的消息。用汗水换取的成功，这是一场和上天的交易。不再平庸，只往前冲。当我学会如何去爱呀，不再是一昧的攻击。当我的未来会保持着期待呀，理性的分析，学会了从多个方面去思考。不会被击倒 No I No I 成功者如此的稀少。 No I feel you No I feel you No I feel you No I No I No I、No I No I For you For you Why No I for you No I for you No IMm-hmm.